尽管为办这个典礼，我特地赶来，借这个典礼来给所有的从业同仁表示感谢。大家知道，武汉肺炎疫情冲击，全世界已经超过1600万人确诊，已经60几万人死亡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台湾能够疫情得到稳定控制。 台湾能为乱世中的努力，我们是评比台湾是世界第一，这是国人同胞支持政府的努力，大家一起拼出来的成绩。政府很希望台湾不但防疫做到世界第一，纾困也能让困境的人尽量减少冲击走出来，振兴也能因为有各位的努力，快快。 振兴起来，而这一切都是将来给我的工作，增加了一方面很多的负担，甚至于给你添很多的麻烦。幸好大家都能体会共体时间，大家都能将士用命，所以我今天是特别来借这个典礼颁奖，来给大家表示政府完完全全感谢在心。 政府看在眼里，政府由我来代表，鞠躬尽瘁，谢谢。